们选择是这种细头的会比较适合新手。我们上也看一下，现在来切一下特写镜头，扫码接入无线连接，一手掌控的感觉真好。首先呢，我们手呢肩膀同宽，腰背打直，不要叉腰，不要弓背。构字的360，细节多角度，呈现每一个动作，让教学充满乐趣。户外直播电池续航是关键，高斯的360相机的9小时续航能力，大广角搭配多机位，让我的直播更加生动有趣。 RTX7 的全方水设计，不畏烈日，不惧风雨，这确实是我见过的最强悍的设备。